学们，今天呢，我们将学习嘎达达尼亚。啊，嘎达达尼亚呢，我们华语呢，我们叫做疑问词。啊，我们问人家，我们就是要用嘎达达尼亚来问。所以呢，老师在这个影片呢，也会跟你们说说，好、哦，有几种嘎达达尼亚。好了，第一种阿爸，阿爸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要问东西的时候，啊，好像。Apakah benda ini?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Apakah makanan kegemaran kamu? 你喜欢吃什么东西？ Apa 就是什么？ OK， 来第二个， Bagaimana? Bagaimana 呢？就是怎么样？如何？我们要问方法，要问意见的时候，我们就问，比如说Bagaimanakah cara-cara membuat kek? 怎么样做蛋糕？还是 Bagaimanakah kamu datang ke sekolah? 你怎么样去学校？怎么样 ？Bagaimana？ Bagaimanakah？ 后面要加一个 ka， 如果我们是写在前面的话，好像 Apakah Bagaimanakah？ OK， 接下来第三个。多少 berapa、比如说我们问价钱问数量的时候尤其是价钱、berapakah harga buku ini 这本书多少钱、我们就问多少钱我们要 berapakah、berapakah bilangan murid di kelas、有多少位同学在班上、问数量 OK、接下来呢就是 bila 就是几时我们问时间的时候可以 bertanya tentang masa atau waktu 我们看到 masa 跟 waktu 就是问 bila、我们询问时间 okay, bilakah pertandingan bercerita bermula 所以呢讲故事比赛几时开始、bilakah latihan tarian diadakan舞蹈练习几时进行、所以我们就是有几时 OK 有问时间就是比啦 OK 好来接下来呢 mengapa 为什么 OK 我们要问原因的时候 OK 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问为什么 OK 比如说 mengapakah awak menangis 为什么你哭、为什么对不对 ？OK， mengapakah murid berkumpul? Mengapakah murid berkumpul di padang? 为什么同学们集合在操场？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原因的时候？OK， mana 哪里？我们要问哪里的时候 ？OK， di manakah letaknya rumah kamu？ 你的家在哪里？好像同学们我们要去人家的家我们要问他对不对你的家在哪里ke manakah awak hendak pergi 就问他你要去哪里对不对最后一个 siapa 谁我们问人家的名字的时候我们要问人的时候我们就问谁 siapa siapakah nama kamu你的名字叫什么 ？Siapakah nama ibu kamu？ 你母亲的名字是什么？所以基本上 siapa 是问人，可以问他的资料，我们就问 siapakah。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嘎达达尼亚。同学们，这个笔记呢，老师会把笔记的连接发在下面，同学们可以自己下载来看看哦，下载来收藏。OK， 所以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哦，谢谢你们。